鄉親啊，有未少的時段，那感覺囡仔著驚未安定，攏會帶囡仔去收驚，希望把囡仔身份甲收回來，安定囡仔的心神。啊，伫咧桃園是有狗主人，帶家己所飼的柯基犬這種狗仔去收驚。這個可愛的這個狗仔哦，咧互收驚是點點坐咧，真配合。讲这只狗啊，平常时也著真乖，阁会坐禅哦。即卖影片来现讲，嘛互这只狗啊唱歌国外去。你看它讲了，它太乖。狗仔前脚踏做伙，一个做模样，后边的人一直咧金金上，敢讲狗仔卖晓拜拜，似乎一只手解抱咧，提香伫咧解做修剪仪式。虽然环境淡薄差，不过狗仔敢若完全拢袂惊，阁真乖。啊，这件影片公开，嘛唱狗国歌去。然后我就请它一直乖乖尿尿尿在边上。原来这只狗平常时就真乖，拄着亲近人，嘛拢袂惊。对，很乖，因为它本身蛮有灵性的。因为平常其实也都有在训练他，他平常真的就是比较乖，我把他当人在训练，让他打坐干嘛之类的。奶晓静坐，佮趴伫个好叶面头前，目睭是睁个大大蕊，实在受够卡哇伊。不过台湾常在看到的收惊仪式，常在拢是伫个甲信徒收惊，即马含动物麦当收惊，小品种料想袂到。知道说，可能有感应到说，他可能要收惊啊，或者说可能要就是让他请神明帮他处理一下。其实都是一样的，因为只要有灵性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养狗跟猫会比较多，但我们比较特别的就是鸟跟乌龟，还有兔子。是说半夜超过时间的时候会乱叫。那狗啊，狗姑和英哥嘛拢受惊过，希望当斗相共安因的心神。即边狗啊，各做表情拢互录影落来，嘛透过社群媒体唱狗国歌。晚间九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，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，给您崭新视野。